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 S。这关是第五区的最后一关。魔王呢，其实不会很难打，因为他的发招动作、发招速度都很慢。难打的是他身边有两补血的小喽啰，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再出现两只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集中所有技能的火力，把这两只小喽啰马上干掉，让他没有机会去补王的血。这样子呢，就能慢慢的把王打死。另外，因为前几区几乎每一关都有两只补血的小喽啰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把他们解决掉，或者是速战速决，用大招把两只坦干掉，然后再利用打小喽啰来储存 MP。这样子呢，到最后一区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满满的 MP 来发技能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要如何通过第五区的最后一关吧 ，Go！The whole